这更适合我们。适合你们，你们是谁啊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管他是谁，就是天王老子，也绝不允许踏进教堂一步。你很啥呀？俺们是奉命把这个教堂变成暂定中心医院的，你认同吗？我不管，这里是纵队前线指挥部，俺们要是不退呢，我就不吭声。干啥呀你？谁这么大胆呢？跑这儿吓人枪来了？报告黄司令员，孙义之。 我们可是有好几年没见面了，是，怎么着，这一见面就要抢我的指挥所？报告黄司令员，伤员们滞留在车站，收拾台达到了车厢里，我找了一圈，这里最适合做医院。小孙呢？你说，需要我做点什么？不需要，我就缺人手。 李参谋，到！你带警卫连一个排留下，说，孙部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说，黄司令，你怎么办？我挖个坑躲起来，我这边能看见咱们自己的部队，那边能看见敌人，不就行了吗？啊，走。
不愧是十八郡的，好。 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十八军医官。十八军医官，好。耶稣受难是想拯救人类，我们共产党人流血牺牲闹革命，就是想解放全国的劳苦大众。你是个医生，你的职责。 就是救死扶伤，欢迎你们都留下，记住今天。是，长官。 报告首长，大批的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，牺牲了。我们的救治率在30%以下，减员严重，我需要医生。出去。这里是联军最高指挥部，不是你的卫生部。至于伤员的问题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你去解决。 报告首长，我请求把刚刚俘虏的国民党的医护人员留下来，缓解我的医生短缺问题。这是你的事儿，你还没有听明白吗？这一切都是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事。 明白了，但不能出问题。是。这可没有先例啊！我看行不通。 他毕竟是我们的敌人呢。老唐，你什么意见？孙部长，不妥吧？是不是太莽撞了？你再考虑考虑。四平之战打得太惨了，现在已经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了。为了适应战场的需要，现在我宣布。 立即成立临时中心医院，地点就设在教堂。
其他各分院各医疗队能做手术的医生全都调到中心医院。好吧，你们分头行动。唐院长，是，你跟我来。好。看不看？我们给你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。下面，我点到名字的人出列。向强、马龙彪、曾三民、周一斌、石坚、赵中华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不要忘了，你们是俘虏。你们听清楚了，我再念一遍，如果念到名字的人还不出列，后果自负。向强、马龙彪、曾三民、周一斌、石坚、赵中华。李静，我叫孙一之，我也是一个医生。你们都看见了，我们的伤员需要救治，他们每个人都有被救治的权利。你们是医生，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。在医生面前没有敌人，只有病人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，现在不是我个人，而是医生神圣的使命在呼唤你们。只要你们还是一个医生，只要你们还有一颗医生最起码的良心，你们就不能漠视这些垂危的生命。现在是你们站出来履行一个医生神圣职责的时候了。我说的对吗，石坚医生？把脸罩帽回头交到我这儿。哎，你还忙弄什么？谁说？赶紧摘！你怎么还不摘啊？我来。好。石医生，这都啥时候了，你还有这份闲心呢？在人屋檐下，也要有尊严。孙部长，各位医生同仁们，你们好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中心医院的唐院长，这是柳医生，那是王医生。今后你们就是同事了，希望你们好好合作。
怎么样？你们也做个自我介绍，我们认识一下。也给我挂一下。来吧。上手啊！如果没有这个战争的话，你我没准在上海、在武汉都开个像样的诊所呢啊！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如果没有这场战争，你也不会在这儿给我刮胡子啊！来，刮得不错呀，看得出来你在手术台上是一个不错的外科医生。好啊，你们都是好医生，我们非常需要你们。我希望你们从今天起在这里安心工作，我真心的请你们加入我们的医生队伍。长官，你能保证不会杀我们吗？杀你们？我是医生，我是救人的，不是杀人的。我想你也一样吧。如果你们愿意，你们可以留下来。我可以保证和我们其他的医生是同样的待遇。那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呀？我能保证，我是真心的。我叫赵征华，35团军医。欢迎。我是李阳，1团军医。欢迎。我们都是军医，我叫赵荣彪。欢迎。曾三民。欢迎你。让长官您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来，长官，这位是我们新一军军部的时间军医，受过委员长的嘉奖呢。他是我们这里面医术最好的。最好的，我们需要最好的。欢迎你。总之，我们的条件非常简陋，你看看，这都是重伤员，而且呢，现在冻伤很多，伤口一冻也就化脓了。你看，这是临时的手术室，
等一下，这条腿也许可以保得住。时间医生，这个手术你来做，刘医生，你做他的助手。我做你的助手。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现在立场都到哪儿去了？脑子出问题了吧？你说的是谁呀？孙部长呗。刚才我刚想给一个伤员动手术，孙部长领着国民党军医就进来了，那个时间还指手画脚的。孙部长不但不制止，反而让他主刀做手术，让我给他当助手。唐院长，我怎么能给国民党当助手呢？后来呢？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扔下手术刀就走了。小刘啊，你要冷静一点。你怎么能扔下手术刀就走呢？手术刀是医生的武器，扔下手术刀，你就等于扔掉了武器。孙部长是你我的上级，又是你的老师。你怎么在国民党面前对孙部长这样？孙部长让时间去主刀，让你去做他的助手。我想，孙部长是在考验时间，让你去监督时间，你却扔下手术刀就走了，是不是放弃了监督的责任？小刘，马上回到手术室去。去吧，去吧。小刘啊，你还没走。唐院长。让石阶那些国民党做手术，我就是不放心。小刘啊，孙部长的决定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对于这些国民党军医，我们既要让他们工作，又要保证不出问题。从现在起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担负起监督的责任。空手术是吗？没有了，唐院长。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！他一脸炸了，你这脸上疼疼。老陈，他的粘到里面来，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活的呀！
医生能救活他吗？准备清洗。现在国民党军医正在给我们的战斗异形做手术，你去看住他。是。陈雪贤，陈雪贤，剪刀。你，快，你这，快通知唐院长。实在跑不动了，要不，要不咱还是回去吧。我觉得吧，孙部长对咱们也挺好的，就算他是利用咱们，是吧？我不是因为这些，你不要忘记。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军人，我们有自己的尊严。被他们俘获，已是耻辱，还要脊背上顶了刺刀去为他们工作。那我去找点吃的去啊，你就在这等我。肯定回来，你快去快回。行，我肯定回来，你就跟着等我。孙部长，您是我尊敬的领导，又是我最敬佩的老师。按道理，我没资格说您。可是今天时间这件事儿，证明您错了。孙部长，您应该重新考虑一下。报告，时间他们逃跑了。孙部长，我带人把他们抓回来。等等，我去。咱这车往哪儿开呀？往前开。孙部长，前面是前线。Thank you.
部长，他在前面呢，开过去。石坚医生，我知道你走错路了，回去吧。石坚医生，你先吃点东西，手术台等着你呢。他是罪犯，他整死了我们的革命战士，而且还畏罪潜逃。孙部长，这是阶级立场问题，您太袒护他了。孙部长，您仔细想想，昨天他们还拿着枪对准我们的战士，今天您就把手术刀交给他们，对准我们的伤员，能不出事儿吗？国民党就是国民党，敌人就是敌人。我先给你们提个问题：四平之战打得这么惨，我们大批的战士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，在我们面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牺牲。作为医生，你们忍心看着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吗？不忍心。那怎么办？你们给我找医生去。那也不能用我们的敌人。如果我有足够的医生，我愿意这么办。这是非常时期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这几天你们都看见了，他们在帮助我们抢救伤员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情况会怎么样？你们心里清楚。这是战场，抢救伤员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。在这里，在医院，在手术台上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都是医生。这个决定是我做的，
我愿承担一切责任。现在我要求你们，给他们提供一个医生应有的工作条件。从现在起，手术室的岗哨全部撤掉。去吧。是。回来啦！哎，哎，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快快快快快坐下来！我想让你听听，孩子呀，他又踢我了。是吗？是。哎，这小子劲儿还挺大啊！哎。你说，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呀？男孩。为什么？女孩。切，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呀？男孩女孩我都喜欢。男孩像我，女孩像你，像你一样漂亮。前几次因为打仗，孩子都流产了。这次终于保住了。哎，这次啊，我亲自为你接生。可能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说话算数。我知道你的心。我等着你。哎呦，他又踢我呢！让我再听听。急氧上不来，没办法，兄弟们，
心医院。是。接通了，王部长吗？我是孙逸之，王部长，我们的伤员已经断队了。您说什么？龙子，哎，叫上警卫班。屋子分下去。是，苏部长，我有个请求，我想把这个留下来。留下。谢谢部长。对了，嫂子马上就要生了，这一箱罐头留给嫂子，补补身子吧。去，送去，分给伤员。是。报告，孙部长，首长电话。我是孙逸之。孙逸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抢后勤的物资，你抢到我的头上来了。首长，现在伤员们已经断队了，这样下去……行了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这笔账我给你记着。请大家让一让，让一让。谁也不愿意给国民党军官献血。我们的血型都不合适。我是O型，属我的。孙部长，你快！接生的，你疯了！不行，咱赶紧上医院去。慢点。哎呀，你不要命了？一直说过，他要亲自替我接生的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咱得赶紧走。慢点。哎呀，我等呀，我要等一直给我接生。还等啥呀？你咋这犟呢？哎呀。
到医院了，你可要坚持住。嗯，大夫，大夫，你们家大夫呢？怎么了？要生孩子了。快点。怎么了？大夫，马上要生了。慢点。快到手术室。慢点。来，这边。哎呀，放松点啊，不要紧张。你们怎么猜了？快！放松点，深呼吸。现在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，不能两个都保啊。只能保大人。那就保大人。这些钱。我来晚了。我在等你。好了，下一个。剪刀，这谁带？沙布，锯子。锯子。石医生，我求你了，能不锯吗？锯子，快！
稍后，季总。土豆，把药棉递给我。药棉。小土豆，你想什么呢？
真是笨呐，找了他一天，原来在自己的身上。不，石医生，你忙了一整天，就找他呀？嗯，真的呀？谁呀？哦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给我们打来，谢谢你。医生，不错。大家先留一下。石坚医生，曾三民医生，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件什么东西没有上交啊？该交的我们全都交了，剩下的只是我们私人物品。私人物品也分什么物品？按条例规定以外的，一律上交。老老实实把东西交出来。都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，你们都别装了！昨天晚上我给你们送水的时候，都看见了。这个你们也要吗？你还藏着这个？对不起啊，孙部长刚从三师卫生队回来，一宿没睡，正睡觉呢。你们在这嘎等会儿吧。我们等会儿啊。国民党就是国民党，反动派就是反动派。这些反动派，别看他们老老实实，其实骨子里反动透顶。正如我所估计的，他们终于暴露了。对呀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孙部长，孙部长，你看了吧？这是谁呢？除了时间，还能有谁？他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。这可不是一枚普通的勋章啊！那当然了，上边沾满了我们革命烈士的鲜血。这是一枚抗战胜利勋章。作为一名医生，能获得这枚勋章难能可贵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抢救过无数抗日军人的生命。这枚勋章不是谁都能得到的。小刘啊，走，把这枚勋章还给石医生。小心点。你小腿很严重啊，快停车，快停车，我来开。
开车，我不放心。孙部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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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时间。我被摔晕了，你被关起来了，现在没事了，走吧。怎么了？没待够啊？什么？担架队呢？已经没有担架队了，都参战了。大队伤员都在阵地上下不来。孙部长，孙部长，说话呀！喂。大队伤员下不来。喂，给我接之前办公室。龙子，到。走。孙部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正要给你打电话。我知道了，伤员接不下来。你马上组织人，跟我到前线接伤员。我也去。你留下看家。刘医生，出来！马上回去工作。刘医生，他们这去哪儿了？上前线接伤员呗。看什么看？没你的份儿。走走走！
谁呀？一块儿走走。没想到红十字他们也打。龙族为了救我，他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，在手术台上挽救了多少年轻的生命。这是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。柳医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了。宋部长，你是我值得尊敬的军人、医生、朋友。天气突然变冷，目前冻伤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治疗冻伤的有效办法。赶快想办法。只能戒指。
这是我多年在东北研制的冻伤秘方，非常有效。出四平，孙部长，实在来不及呀、啊，伤员太多了，医生在手术台上十几个小时下不来，后面还有很多伤员在等着手术。你不要命了，孙部长，敌人马上就要进城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走？知道了。你也不要命了。最后一批人撤离。小王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部长还在里面手术呢。
他现在还不能动。我们要走了，你也可以留下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，这个手术你来做。石坚医生，我知道你走错路了。石坚医生，你先吃点东西，手术台等着你呢。我是欧星，属我的。我来晚了，我被摔晕了。你被关起来了，没待够啊！走！龙哥！谢谢你在手术台上挽救了多少年轻的生命。